师思佳。3月21日，肖战的粉丝在社交平台上发文，他们称通过肖战工作室的热心帮助下，要成立一个公益项目组，这个项目组马上就要开始正式进入运营，希望所有支持和喜欢肖战的朋友能把所有的爱意凝聚成公益的力量，借此去帮助那些需要援助的朋友，一起共度难关。他们表示将用实际行动带来更多积极影响。网友们猜测，这也是肖战粉丝们和肖战工作室用实际行动对 AO3 事件的回应。在这次事件中，肖战粉丝们因为冲动给网友们留下了负面印象，也连累偶像遭到网友抵制。该项目组很快就开启了宣传阵势，结果被网友发现，在官宣的文案中把助农产品林泉芥菜错写成了林川芥菜，并且该项目一直由郑恺代言。郑恺粉丝表示非常疑惑，对于这件事吃瓜群众们怎么看呢？